臭死了！臭死了！臭死了！你这是从福冈进口的一盆生化武器吗？真他妈臭啊！让我去！不是福冈的，是杨大伟他们宿舍的。你没事吧你？这事儿你干？我刚才在他们宿舍，他们一块起哄管我叫嫂子，我脑子一热就把他们屋的袜子全给端回来了。 就是我们女生的耻辱。他们太可怜了，那么多袜子都没有洗。唉，贤惠的女人就是操心命。你就干吧你啊！你干这一天就得干一辈子。这他妈杨大伟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他拿你当什么呀？老妈子啊？保姆啊？佣人啊？不是大伟让我干的，是我自愿的。呸！ 你怎么那么贱呢？啊！你干脆把全校男生袜子都给洗了得了。哎呀，让我看，这帮臭男生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省得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。Bingo，赞同。哎哎哎，什么？是我自愿的，我不是大伟。贱。喂，杨大伟，3秒钟之内到我们寝室。 正是时候，闪开！限时一个晚上，洗不干净以后再也别见可风。 可风，别哭了。杨大伟到底怎么了？他一晚上都没回家。没回家？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一直都没有人接。他肯定是出事儿了。别瞎想了，没影儿的事儿。最近杨大伟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？比方说。 他的衬衣上有没有口红印儿？身上有没有奇怪的味道？或者是车里有没有什么长头发之类的东西？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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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生活哪里有他说的那么狗血呀？对，我是狗血剧看多了，别哭了别哭了啊！ 我那天在马场跟你们住的时候，他就特别奇怪，打电话也不说自己在哪儿，含含糊糊的。你们之前吵架了没？他一直找我麻烦，嫌我最近总是回家太晚了。有可能吧，是因为你最近有一些强势，所以大伟就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。啊。 而且刚才闪闪说的那个也太狗血了，根本没影儿的事儿，但是也不得不放着点，因为男人在这种时候吧，最容易会劈腿。哭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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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 痛哭一回，不是罪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这库房放进去，小心点啊，别把它磕着了啊！哎，大哥，你能擦干净吗？那个灯。哎呦，奶奶，我的！
不能别吓我了呀？啊，别老搬来搬去的，行不行啊？谢谢你们啊，今天要不是有你们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十个月啊，特批你当小公主，我们都伺候你。嗯，对，小主，你说什么我们俩都听。好吧，两位死奴婢。说真的啊，我觉得戚明峰其实这还挺好的，这成天又是给你送东西，又是过来帮你忙，你说什么他也不生气，脾气可好了。胳膊肘往外拐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真觉得戚明峰人还不错。不错，送你。哎呀，奴婢可不敢跟小主抢。哎，那哥们儿，哎呀，麻烦你把这酒送那库房去。哎，戚明峰，你怎么哪哪都有你啊？我这是放心不下你，怀着孕还忙着会所的事儿，所以啊，我把这些活全揽了。你天天不用上班啊？你现在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戚明峰，你这人特没劲。大家本来就是玩一玩，干嘛这么执着？干嘛这么说话？玩，玩你留着孩子干嘛？哎，没事吧？我去倒杯热水。哎，别让他进我厨房！行了吧，你就小主，能不能别闹了啊？还玩玩呢？我认识的冬眠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啊。刚刚说的那些都不是真心话，我就是想气走戚明峰。你想气走一个人有很多办法，干嘛要贬低自己啊？神经！我生气！哎呀，别气了，这还有孩子呢，你就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吧。我生气！冬眠，来，冬眠，喝点热水暖暖胃。我不喝，他不走我就不喝，渴死我我也不喝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那冬眠就麻烦你们两位了，有什么事打给我，24小时开机。我先走了。啊，慢走啊。收拾一下，喂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别闹，走不走？你干嘛？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，我就做一个人走俗的孩子。冬眠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你怎么欺负他了？你没有啊？那他怎么坐地上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碰，好吗？赶紧给他弄起来！你别怕了，好吧，你起来。起来吧。冬眠，你别这样行吗？宝贝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这工作已经够累的了，你干嘛还这么虐待自己啊？能不累吗？这么大的饭店，总共就他们三个人干，什么都还自己抢着干。那你就不知道帮忙啊？我一直在帮着呢，他不让干。走是吧？走是吧？走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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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冬眠，你冷静点儿。哎，戚明峰。珊珊，冬眠去当爹，
一会儿把糖给他吃了。闲着了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啊，兄弟聚会嘛，都开心点，干嘛呢？都愁眉苦脸的。既然就这样，我有话说。这件事啊，我始终想不明白，我真是不明白啊！你就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现在都是女人出去赚钱。咱们做大老爷们的啊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天天撅着屁股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，凭什么？银盛羊水，羊水你妹！我不知道你们在家庭里现在什么地位啊，我反正现在过够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我媳妇都不拿正眼瞄我一眼，啊，唯一能体现我个人价值的时候，就是每天晚上关上灯、洗完澡往床上一放，那个时候。我才能体现我的存在。我是什么？床上用品吗？啊，床上用品吗？你是床上用品就不错了，我压根儿就是一床头摆件。哎，兄弟，那这样吧，你呀、啊、上我们家摆着去，我上你们家用。哎，你滚蛋！闷酒，难道你就不想找一个人陪你说说话吗？你说我想找的那个人啊，他不跟我说话。我叫小白，我愿意和你说话。你们女人啊，无法接受。我来帮你解决。
to a summer's day. Wait a moment, please. 老板，结账。老板，结账。好的，小齐，三号桌的账单。好嘞。老板，我们玉米三点什么时候？哦，稍等，我给您催一下。冰冰，五号桌的沙拉给人家催快一点。哎，好。五号桌的玉米沙拉，快一点。哎，这桌的账单给我。Excuse me, 200, please. 明姐，玉米沙拉好了。等一下。五号桌的。五号桌的。来吧，继续啊！来吧，师哥，老魏，麻子出啊！小局呢，是不是？下回罚酒啊！来，再来，
听好了，说。别动，别动，你是个螃蟹。我哪有东西呢？我是杨大伟，一晚上心不在焉想什么呢？啊，出来玩，大家聚一块儿，就你这么丧，有必要吗？啊，你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话不玩游戏的，你这图什么呀？啊，咱出来玩是为什么？咱们出来玩就是为了放松，为了潇洒，来挥霍啊！你这是干什么来了？啊，咱们出来玩就是要做老婆不让干的事儿，老婆在身边不敢干的事儿。爷们儿的，是，你看他那怂样。你显得这个样就是个零分，知道吗？零分，零分。哈哈哈哈。我估计啊，他在家就这怂样，就是这怂样，根本就不敢跟老婆说话。你敢直视你老婆双眼吗？你老婆瞪你一眼，你连屁都不敢放吧？在家都不敢当人说话了啊？是不是？今天出来玩是不是提前请了假？回去晚了是不是得提前打报告？回去晚了，是不是得跪搓衣板啊？还得睡沙发？我跟你说，空调都不让开，被子也不让盖啊，厕所都不让上。那时候叫搓衣板，现在叫 CPU。杨大伟，你还有脾气啊？脾气还大？是不是说的过分了？哎呦，但是他只是敢跟咱们发脾气，回家跟只小猫似的啊！咱们庆祝一下吧，杨大伟发脾气了！来来来来来。脾气越来越大。哎，你呀，还别跟我们生气，有本事，你给那老娘们打一电话，你啊，冲他发。肯定不敢，我赌他不，我赌一杯，我跟你赌一瓶，我跟你说你输定了，是吗？不，我绝对的。事业，我他妈是男人，我一定比你强。喂，喂，大伟，过来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你牛皮啊！我去，志气了。哎，兄弟们好啊，在场的都有份儿啊，全场开香槟。我请客，好，坐起来，来，哎呦，希望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干杯！